这他妈着火了，这不？这是有人点火。不。我们这边又失火了，来了好多好多好多的119。火灾，上海闵行区发生火灾。2022年11月28号凌晨1时许，上海市闵行区连胜花园北区发生火灾，现在消防员正在赶往现场扑灭火情，希望没有人受伤，希望人员都安全啊！我前同事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的，他告诉我的。我操！南环这边着火了，这个烟啊！这颜色太爆炸了，楼里有那个。